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再带，后来一点点的这个对这个玩意挺留恋了。我叫邓宝珠，我是73年春天来的，来到咱们这个三峡林场，那会儿我才16。那以后这块儿啊，还没有头第一代人还没造这块儿呢，这块地基啊就是光秃秃一片。人老百姓来了都在这个窝棚里住着，那会儿大家吃什么呀？吃的棒子面、山药、土豆子，但是这些个来到林场干活的人吧，也挺好，他们属于支援我们林场干活的。不像现在咱们站这暖和，那霜降了，阳风带雪。那你得看着，那手都冻的，就那手套，泥都这么粗，外边是冻的，里边是化的，那手，那太艰苦了。那就这一场下来，你的手要弄不好，就给你扇些口子，裂口子。天冷的时候，你挑挑水回来，那个水烧就冻一层，都冻了冰，一层冰。你挑过3条水来，那个、水烧你就得搁屋化了，不能再去挑去。再挑去就1/3让那冰米给占了，就挑不了那么满水烧的水了，就冷到那样整。我带你去看看去，我们过去住的这个房子。我们过去就住这挑山炕，比这条件可次多了，都铺着有的炕席，有的是草帘子，然后那个晚上睡觉前都得戴上帽子，早上起来都挂霜。那70几年那会儿，条件好的那个单位，你像供销社、粮站、采购站，这地方都是好地方，有的不少都在林场调出去了，调那个地方去了。像我这来了林场了，我寻思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待，说是老实话，这家老枯燥的，去上山天天的，是不是？后来啊，时间一长，哎，我觉着这玩意还挺好的，天天有事干，早上起来出门就是山。挺绿挺好，后来一点点的这个对这个玩意挺留恋了，就是看表面林场没技术，只要会栽树就得了，实际不是，实际技术挺深的，给我拉了一大汽车去，我就把它搁到那个水坑里头，那一粒汽车苗子就1颗火了，我一看这家这现在的太不行了，这钱花得太冤了。后来第二年我说这回咱们不这么着了，咱们十行，那说是十行补一颗双的，再2个颗，一个里再俩，再俩你假如说你这找到这个，你看啊，这个树没有了，然后你就上这十行那挖一个来，结果他设计出来一个327棵，一亩地包株数圆株数327棵，我一算。对了，一颗都没死，这是一亩地一颗都没死，100%都活了。我觉着我这人嘛，从来到林场，我就也喜欢这个林业工作。说实在的吧，我就想从我心目中，就想把这个工作干好。不管你是林业是哪一项工作，别人这个想不到的，我就多想，多去做。这温馨林在上面呢，我上去看看你。我是孟庆林，这个在这望火楼工作16年了，主要就是从事
周边地区的防火和瞭望。在我们这瞭望工作时呢，不能有时间限制，就是得一直看，长期看。着火它是没有时间的，它不知道你一会儿着。在这个工作一开始来的时候很不适应，太寂寞了。整个集结林场，我们这样的望火楼一共是9座，这16年中间，这9个望火楼还多数都没有去过，瞭望员和瞭望员之间也都不认识，只是平常电话里通话，到现在就是走到一起坐在一起也都不认识。孩子上学那2年在这儿也没少跟着我们受了罪，班主任也知道我们这情况，都寄放在班主任家。1-2个月能回来一次，有一次赶上冬天回来，我去接他的时候还晴天呢，等接到学生以后呢，天就变了，开始下雪。到山根的时候，雪已经用摩托车就走不了了，下得特别快。这孩子就给我推着摩托车。等到回来，孩子的脚都冻了。这几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们孩子。凡是从事林业的人都是这么干，都是像我说这样。就像我这一就是40多年没有一天没休过一天星期日。我退休以后我算算，我是把这些星期日搁一块儿整整13年。我对这些树特别有感情，我说实在的，这家一看太好了，这来了，我每年都上来看，我对这些树，哎呀，这帮着干点啥吧，这样，修修枝了，打打杈什么的，看看自己栽的树，看到了这个这样哈，就这些觉着特别欣慰啊。当时造林前这个累啊，没白受。